各位同学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们再从这一首第十一首记忆再跟各位回味一下。但智却非心，达出烦恼破。生爱不关心，长生两脚卧。六祖在这个《无相记》里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去着这个相，对于外面的境界，你不要去挂碍。所以这里的但智却非心，这个却就是除掉的意思，把它排除掉，或者是不去理睬，就是要你不去理睬别人的这些是非心啊，别人怎么样，你不要去理睬他。别人的善心恶心，都是别人的事啊，你不要去把它放在你的心上。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如果要把别人的这些是是非非啊，都放在心上啊，当然就造成你无量无边的烦恼啊。那所谓这个非心呢，非就是它不契合我们的真心本性，都是叫做非心呢，也就是你非议常常在评论别人的是非啊，这种心啊，你如果能够把这些非心啊，你把这些别人的是非啊，你都不放在心上，这样子就能够打出烦恼破，也就是说能够断除你无量无边的烦恼啊。当然我们在世间，你真正能够如如不动啊，对外面的境界，不管是善境逆境啊，你都能够如如不动，不受外界的影响，那么你就能够破除一切的烦恼啊。我们烦恼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慢疑，这些都是虚妄的。所谓缘生缘灭啊，今天我们有缘
就会在一起，那缘尽了，那就会散开啊。将来我们无所从来，我们也无所从去啊。那今天这个缘就是我们刚好这个因缘际会，大家能够在这个时空里面在一起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时空也是虚妄的。那你如果为了这些贪嗔痴啊、爱这些烦恼障来把它放在心上，那你到头来一切总成空。今天你关爱的事情，那明天它总是会消失啊。那你在这个虚妄之中啊，就造成你无量无边的烦恼。所以你能够破除烦恼，这样子你自然对于这个人世间各种生还有爱，生就是你不喜欢的人，爱就是你喜欢的人事物，你对这些喜欢不喜欢都不放在心上，就是真爱不关心啊。这就是让我们能够超脱这个烦恼障，我们也讲过世尊时代有这个儿子死了，父母亲甚至妻子都不关心了，他们说死就死了，那你还要去关什么心呢、啊、你也无从去关心呢、啊、所以这个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真爱不关心呢、啊、自然你心里能够清净，因为你不再受到这些真爱的烦恼。人与人之间，即使是父子也是，我们都知道，他今天有这个缘来当你的小孩子，当你的儿子，当你的女儿，这是你们有宿世的因缘。那也许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今生来做你的儿女啊，他们是来报恩的、也有来抱怨的，也有来讨债的，也有来还债的，这就是你们有这些缘、啊、才会、在一起，才会当你的子女。当对于来讨债的儿女你把债务还清了，他们就远走高飞了。
他们就不再来巴惹你，就是说不再来打扰你了。所以你对于这些真爱能够不关心，你的心自然清净了。我们都晓得这个虚空法界，这个宇宙世间啊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，虽然是同样的天空，同样的太阳月亮，同样的山川啊水秀，但是每个人的感受却是都不一样。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有的人看这个世间是一片祥和，他生活得很自在，有的人却是觉得到处都是仇人啊，好像每一个人都要来跟你吃掉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的心啊，给我们不同的感受。所以说这就讲到五蕴了，色受想行识啊。那这个色受想行识啊，那就让我们世尊告诉我们的四念处，你要知道观身是不净，那你还执着这个身，这个身本来就是不净啊。观受是苦啊，所有的你今天的这个喜爱生恨啊，这些感受都造成你无量无边的苦恼。那就观心呢，无常啊，这个心无常，我们就知道你一弹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就有32亿百千念啊，我们念头是一个接着一个，无量无边啊。所以这个观心是无常，然后观法无我，我们都是啊四大假合啊，我是不是真实的，所以说观法无我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啊。这个五蕴啊，都知道五蕴皆空啊。对于这个人世间呢，你各种的感受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不真啊。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永嘉禅师 他的正道歌啊，告诉我们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六根遇到这个六尘的境界，我们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
那遇到六纯境界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六根遇到六纯的境界，那所有的这些六纯境界也都是虚妄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也就是说人生如梦，梦如人生啊，一切都像梦一样，不是真实的。你今天你心里面有这些贪嗔痴慢疑，这些贪嗔痴慢疑，这是你的迷惑，你迷惑在这些贪嗔痴慢疑里面。当你迷惑的时候，你就造成这些罪业，那这个罪业就来让你感受到各种的果报。所以说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果报是什么？果报就是六道轮回。你贪心呢，你会业力牵引你到这个恶鬼道，你的嗔心严重就会带引你到地狱道，你的这个愚痴心呢，迷惑颠倒，就会带你到畜生道。所以说这些贪嗔痴慢疑就带领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轮转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贪嗔痴慢疑的梦中啊，你自然你看到就是六趣啊，就是这个六道轮回啊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五蕴烦恼都排除，排除的干干净净，你放下了这个这些迷惑颠倒的这些惑业，也就是说你放掉了这些见思烦恼，那么你就进入了这个二圣法界，或者是三圣法界。你至少你成就了阿罗汉果，那你成就了阿罗汉果，等于是你真的是真爱不关心了，你不再有这些贪嗔痴慢疑啊，在你的这个心中了。那你没有这些心呢，这时候你的六道就消失了。你看到的就是所谓这个十报庄严土还有这个方便有余土，或者是繁盛同居土。你看
看不到这些六道轮回了，他已经远离了，所以这时候你真的是真爱不关心了，这样你脱离了六道，那自然你能够长生两脚卧，也就是说你能够自自在在的，没有一点烦恼，你能够在这个十报庄严图里面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真法界，能够非常自在呀、所以一样的啊，一样的太阳，一样的月亮啊，那你的心不一样，所以个人的感受也都不同。有的人每天快乐似神仙了，有的人每天就像生活在地狱之中啊，感受到这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苦果啊。最重要，这就是看你的心呐、怎么去啊，你的心怎么去想啊。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六祖给我们这个无相颂啊，当然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世间的一切外境的这些相状，不去执着，不去着这些相，自然你能够自在啊。这讲到是自无相颂里面修自己的心呢、再来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人？那在这一段呢，也就是。这里给我们开示，也就是说，你对于宇宙世间任何形形色色，你是见而不见，不见而见啊。你虽然看到了，而且你也是看到清清楚楚啊，你看到了，但这个尤其现在政论性节目很这个这些名嘴啊，他们也是为了要赚一点通告费啊，上电视讲这些别人的是非啊，说这个官约多少钱，那个官约多少钱，讲的人心沸腾啊，所以这就是把这个宇宙世间搅乱的非常的不平和啦。那如果说我们对于别人的不善，别人做错事，你是见而不见，你是有看到，不是说你没看到，但是你一看到，当然你是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但是见而不见，你也要把它当作是，这个是不去计较啊，不要去
管别人的是非啊。所以虽然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就当作是你没有看到一样，那你不见而见，你虽然不去啊，不去着这个相，不去把别人的这些啊非议之事啊之心啊，这些不放在心上，但是你还是一样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说见与不见是一不是二，这就是真修行，这是真功夫啊，这样才能破烦恼，才能够破无明啊。所以在这个相上来说是真爱不关心啊，你当作你心里没事啊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你心中无事，所以啊，你能够啊长生两脚卧，也就是说你自然就得到大自在。所以这是对你自己的修行，要得到大自在，就是要不去着这个外境的相。如果说我们要想帮助别人，希望帮助别人他也能够破迷开悟啊，希望他也能够转凡成圣，那能够让这个社会化这个戾气为祥和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了。所以说欲凝化他人啊，你要来想要教导别人，感化他人，那你有这种心啊，要帮助别人，那么你要用什么来帮助别人？当然就是你有这个心啊，以外你还要有这个方便，自须有方便。这个方便也就是教人家的方法，这个方便我们可以说世尊讲经说法49年，不外乎这个世尊他用方便法门来教导大家，教导世人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。我们都知道世尊他成道以后，就是他成佛啦，成佛啊，他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啦，那可以说他自己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。那佛心啊，总是有帮助啊众人的心啊，
那佛心，我们讲，佛心就是我们的真心。我们的真心是本来无一物啊。所以说，真空而妙有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，就是佛心啊。但是有这个佛心呢，你要来教导大众，那你啊，就是用这个方便法门呢、啊。这个方便，就是要能够啊，对于你想教育。教导别人，你一定要弃机也弃离呀、啊。所以，我们华严经讲的“理事无碍，事事就无碍”。那你能够用这个方便法门，方便就是我们讲的善巧方便。即使我们孔老夫子，他对于他的弟子啊问孝，那对于不同的学生，他用不同的话来告诉他怎么样来来这个具有这个孝心呐、怎么样来奉养你的父母啊？对于不同的学生。他由于应激啊，就给他不同的教法，这就是方便啊。所以世尊49年也是到处走走啊，跟孔夫子的周游列国一样啊，他这个。到处看看众生的根基啊，看看众生的需要啊，他就给他们不同的教育啊，不同的教导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自觉了以后。就能够觉他，你要觉他，就是要用方便法门，就是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听闻你的这个佛法，又能够去真正来修行。也就是让他们真正得到信者行证，他们相信啦、相信这回事啦、就是他们有这个信心啦、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信心清净。”则生实相，所以说有信心以后就是能够解悟能够知道这个你的教育方法，你教导众生能够接受，他能够来了解你所讲的真实意，就是他有解解了以后，自然他就会依教奉行，照你讲的方法来修行
最后他就能够证得，证得就是他得到了啊这个果位，也就是说啊他能够证得啊这个把这个凡心转成这个圣人的心呢、啊，转凡成圣了、啊。由凡夫转成法身大士啊，所以你用这些方便法门教导这些迷惑的众生啊，让他能够导归到他的正路上来。这个正路啊，就是所谓能够恢复到我们的自心本性，就是正路了。所以说这样啊，让这个众生悟令彼有疑啊，即是自性现啊，就是让众生都能够见到自心本性。所以说在佛法教学不外乎要人恢复自心本性，你恢复到自心本性，那就是成佛了。所以就是说自性现，你看到了自心本性啊。底下我们有看到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觉啊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我们说菩提，菩提在哪里啊？菩提就在世间啊，菩提就在我们的宇宙世间啊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菩提啊。那所以说我们的自信本心是遍一切处啊，所以我们都知道菩提就是佛道，菩提既然是佛道，那佛在哪里求啊？当然是在世间求啊。成佛在哪里成啊？当然你在世间成啊。所以菩提就在世间，佛道就在世间啊。所以说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解。所以佛，我们佛就是我们的自心本性，它就在世间啊，它不离开这个世间啊。那所以说啊，你要求佛，当然就在世间求。所以说佛法是常住世间，那你不离这个世间的觉，佛就是世间的觉，佛就是觉的意思啊。那你啊，想要离开这个世间来求菩提啊，
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离世就是不在这个世间，要来求菩提，就像你要去找这个兔角一样。我们都知道兔子不生角的，那你要找当然找不到了。我们在《法华经》里面世尊有说到他里面为我们讲实如是啊，这个实当然就是指一切一切万法就是这个如是真如啊，真如本性啊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还有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。所以就是一切万法皆如啊，就是实如是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万法归一如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万法归一如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同时呢，也给我们证实了这个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烦恼。色类当然就指有色之这个生物。色类我们讲这个我们说这个蚂蚁这一类，蚂蚁有蚂蚁的道。你看这个蚂蚁一发现哪里有食物他们就一个传一个头接头啊。你看他们，你看你注意看蚂蚁啊，一个他碰到一个蚂蚁就头接头，就说哇，那里有好吃的东西啦，我们赶快去搬吧。你看他们就会互相一个传，然后引来一大群的蚂蚁那蚂蚁很小，但是它能够搬很重的东西啊，因为他们是群策群力啊，非常团结，把这个好吃的东西搬回家去了，搬回他们的窝里面去啊。然后我们看到鸟类，你看鸟在飞行，在迁徙，从这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们也是有总司令啊。不然你看他鸟飞得这么整齐，排成这个人字形，这样飞井然有序啊。你说他们没有一个通讯的方式吗？他们也是有总司令在那边发号施令，告诉他们我们要飞怎么飞那前面的鸟就来带路，带大家飞到哪里去。所以说这就是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烦恼，互相不干涉。鸟在天上飞，鱼在水中游，那有妨碍到你吗？没有的，各不相烦恼，各有各的天啊，各有各的自在啊。所以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烦恼，就是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说
这个万法亦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所以说我们都知道佛在经里面也常给我们讲十法界，所以天台大师给我们解释成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，也就是说我们像人法界，我们人世间人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啊。你看有的人过日子就像佛一样，像神仙一样自在啊，没有烦恼。有的人啊，生活在这个苦难之中啊，所以说人世间也是有十法界啊。所以十时就是百界啦，一百个法界，十个法界可以等于延伸为一百个法界，所以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啊。那一百个法界在乘十就有一千个如是啊，所以叫做百界千如啊。其实百界千如最后为总归为一啊，这个一就是宇宙自信，宇宙的真实相，万法归一如啊。底下这一首偈，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是世间啊，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啊。这一段呢，也就是说，啊，正见明出世，就是说你正见就是你的心呢、啊，你的心是真心呢、啊，你的真心本性呢、啊，就是叫出世，也就是当你开悟的时候，你就在一真法界，就是你出世间。那迷的时候就叫十法界，那迷的时候既然是在十法界里面，就叫做凡夫啊。所以说悟了叫佛，迷了就是凡夫啊。所以真正的明心见性啊，就要把这个邪正两边都离开啊。邪正两边都离开，正呢是本来就无一物啊，就是我们的清净心里面没有邪啊。既然你的清净心没有邪，当然就不会有正了。邪正是相对了，没有邪哪里会有正？没有是哪里有非啊？所以你能够把邪正都放下了啊，自然你的真心本性你就见到了，你就恢复到你的真心本性了，就是菩提性宛然啊。这十四首的无相颂啊，可以说到这里总结来说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颂啊，此颂是顿教，这是顿教法门。
它也称为大法船。大法船就是要我们成佛之道啊，怎么样能够这个顿觉啊，就是立地成佛啊。所以他说迷闻经累劫啊，迷闻，也就是说你在迷中来听经闻法，在迷中来听这个顿教，就是说你不用你的决心来听，那你在迷中在听这些大法传这些顿教，那你还要经过累劫啊，你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啊，你才能够得到正悟。而这个悟者刹那间啊，那对于这个觉性很高的有上上根性的人，那你一刹那之间一开悟，你就成佛了。这一段就是六祖给大众的这个开示，给大众的这个离相的这个法门。那我们这一堂课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各位同学。